知道金门的水是从福建这边运过去，但我不知道其实是从这边开始的。我们很常就是很常去那边拍照，因为那边的墙就是有一个彩绘墙，然后我们会去那边拍照。啊，直到今天我才知道，原来存水的那个水库居然是它，我真的很意外。我想说到底是在哪里，因为我有知道，可是我没有特别去了解这边，然后今天来这边然后知道这个，我真的还蛮意外的。完成这个工程师很造福金门的民众，这也是非常有意义的一件事。所以我觉得我今天在这边是有点就是很对，有点惊慌，也有点高兴的。他在金门的时候是就有听过说，金门的水都是大部分都是从福建大陆这边运过去的，但也没有真的就是看过这个现场，或者是也不知道他到底是怎么运来金门的。然后也都，但是我们知道说金门都是不会缺水，然后就今天这样看到这边，然后知道是从大陆运到金门，然后它的耗时是这么长，就是我也不知道它其实从很久到我还没出生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在筹备这件事情，然后到我到金门之后，差不多就是也是前个几一两年才完整个工程整个完善的做完这样子。